小辣椒穿着原住民服饰，随着音乐热情舞动，热辣开唱。台下志工们热情挥舞荧光棒，享受欢快音乐的律动。文教基金会10月28日在云林政府大礼堂举办让奉献成为一种荣耀公益演唱会。旺旺文教基金会主任周哲仁表示，蔡衍明董事长推崇孝道，基金会每年到各地举办公益演唱会，期待借此带来社会的祥和稳定，推广让奉献成为荣耀。让奉献成为一种荣耀，就是在做公益。全场志工与唱将们热情呼应，舞动每一支荧光棒闪闪发亮，就像志工们为人服务的心熠熠生辉，闪亮动人。记者云林综合报道。